小鸡就好了。所以基本上在两人的挑战赛来里头来讲，其实就非常干脆。基本上只要一超过对手，就是对手输。又是鱼丸超强吗？这个不太行。好、哦，最后刚刚还有一个没有提到的部分是，这游戏允许其实是游戏也有建议啦。在游戏一开始，你可能可以采用两种方式。第一个是我们草地呢洗一洗就算放着，不给大家看。另外一个状况，其实洗一洗随机先放好的时候，我们可以先把它直接打开。让所有玩家先记这十二块的图案，它在什么位置？这游戏原本有这样，就是初学的第一次玩，或者比较年轻的小朋友，就建议先这样玩。我们让所有玩家这样可以看到这些草地的图案。那这时候其实我们就给大家可能大概30秒啊到1分钟的时间，你去记哪一些图案在什么地方。那当然，你就可以记一下。那通常记完之后，你就可以盖起来。好，盖起来之后呢，那我等一下就会来继续要补充一些没有提到的规则。好，今天鱼丸先，哦，太好了，今天鱼丸是蓝色小鸡，这个我有记得这篇，是吗？应该是吧？是吗？是，哎、哦，一个荷包蛋，就因为有 match 到我的鸡蛋跑道呢，所以就可以顺利的前进一格。那基本上刚翻的那片呢，就马上再盖起来，因为有翻对的情况下，奖励是可以允许你再额外再翻一次。嗯，没错。你可以一次，你可以一次把它跑完，基本上是不可能的。那这游戏呢，也要特别讲，它并不是会跳，不是说我现在想要走这个，你去搬关了就能跳，不行。这游戏我们要很踏实的做人，踏实的做人，每一步跑道都要踩到。所以基本上我现在搬这只小公鸡，小公鸡基本上就在我忘了的一个地方，我随便搬好了。好吧，太好了，是彩色毛虫，实际上是我背面。那这游戏并不会很变态的往后走，那这样我们就玩不完了。别不玩了，这叫自杀。好，这样都翻错了。好，那我们今天就换成对手绿，我们一脸绿色的，什么一脸绿色的 Eric， 一身绿，一身绿，一身绿。我要先找水煮蛋、啊，水煮蛋，水煮蛋在哪？不知道，不知道，我没有记呀、啊。你刚刚有说要开始，你刚不是介绍规则吗？然后就把它盖起来了。我没讲的时候，你就会开始偷记一下。原来你自己在刚刚在偷记哦、欸。我都忘记我下一个彩色小公鸡在哪。哎、欸、你不是没记？有，我看到颜色，然后水煮蛋对了。好，然后先走，走，先走，然后把它盖起来。是不是？下一个是面包虫。面包虫是吗？是荷包蛋吗？面包虫，哎、欸，这么厉害！哎、欸，我有记颜色，我记得这个我就知道。啊、你说知道？这是羽毛，我就知道了。对，我知道有羽毛。刚好不是乱讲。我知道有羽毛。来，你翻有羽毛给我看。有羽毛，有。你真的有记耶、欸！有。因为跟那考生说我没有在看书，然后隔天发考卷说100分这样子。真的，差点被你骗。所以现在换小刺猬。小刺猬。哦，小刺猬，哎呀，小刺猬，你不是不记得？我没有记，没有记。来，彩色毛虫，哎、欸，是我刚翻的嘛？是，谁叫你刚好翻的？对，彩色毛虫。哎、欸，给个机会啊！我给个机会吗？你这么样，这样给他接，故意不小心错一下嘛？好，错一下，应该是错了啦。来，好，翻那个，翻我错，对，就翻你错，翻你的就对了，这样子 ，OK 啊。哎、欸，不好意思，我还是没有把你的鸡翻出来。那我彩色小公鸡在哪？这样剧情很难演。好，没关系。这几个吧，应该是吧。该死的瓜牛，马上盖起来。怎么办？我还要再翻瓜牛吗？关。好。哎呀，花呢？好可惜啊。游戏好像也没有说不能，你也可以故意翻，可是这样不好玩啊。就是故意翻别人，这样没有意思，这样游戏没有进度可言。哎呀，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哎呀，好巧，哦，换我对不 对？我们要翻彩蛋，对，都只能彩蛋。哎呀，在这是不是？哎呀，我帮你翻了，真的。好、哦、好，这是鸡蛋比较这里吧。OK， 啊、瓜牛是不是？瓜牛。哎呀，哎。哎、欸，谢谢大。哎呀，哎、欸，光年不是他吗？不是啦，那光年是什么？我忘了，我不会告诉你。我先帮我的小公鸡。哦。我告诉你，光年在哪？好，光年在哪？光年应该在。光年应该在。我刚换这边。
应该是这片，应该是这片吗？我记得我都放我顺手。哎呦，原来光良在那。跟你讲，面包虫在哪？各位观众看清楚哦。哇，好强哦！不要小看我，面包虫。嗯，现在麻烦了，一个没有出过图案，那就没有，那就是没有翻过的就对了。没有扣的，不是没有翻过的就对了。那哪一个没有翻过？应该是那个吧。这个没给我翻过。那没有哦，那个是羽毛。啊，我讲出来了。那应该就是这个，不然就是这个。就这两片，那两面没翻过。那我想想看，那我的鸡蛋原本在哪里？我怎么突然忘我的鸡蛋？好，在那边。所以应该这个位置没翻。哎、欸，我见鬼了！哎、欸，我卡到一翻起来，我就傻眼了。那明明就你刚刚翻的。可以帮我剪掉吗？你刚刚才翻掉，你刚刚才翻的，我跟脑袋整个错乱。你刚才翻，你有事吗？你我失智，我失智，好没关系，我们原谅语文太累了，为我们游戏的欢乐度，不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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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游戏的欢乐度。我翻起来，你怎么没有阻止我？我正等着你翻它，你还跟我说，哎、欸，这两块吧，我说、欸、应该是这样，结果你居然翻它哦。我没办法，无法理解。来，我们的瓜牛，哎、欸，瓜牛，对，好来点点。小花，小花，啊，对哦，这张才对哦，笨哦，所以这个不是，就跟你说那张啊，真的是这样，对啊，我记得是另外一个图案，真的哦，嗯，哦，那是羽毛，对啊，哦，哇塞，鸡蛋，鸡蛋，是鸡蛋，哇，越来越明朗了。公鸡，一直没有进。哇，好强啊、哦！小鸡，哇，跑越跑越远。水煮蛋，越跑越远了。哇，鱼丸大大好厉害哦！刺猬，我真的熊熊忘了。刺猬我知道，我一开始就翻到。应该翻到，嗯，是花，所以刺猬非常好，就是这片。嗯，刺猬，哇，哇。越翻越厉害了，继刚刚的面包虫以外，刚刚食物之后，我已经下定决心要当人了。奇怪，复活节彩蛋，复活节彩蛋，各位观众，如果你有看到奇迹的留言，你可以跟我暗示是左下还是右下？啊！居然，谁知道？刚刚才走过，好、哦，有有有，这一次对，这一次对，面包虫是面包虫，羽毛，哎、欸，安静，是鸡蛋还是羽毛？还是羽毛还是鸡蛋？安静，我会一次秒杀，我现在已经在赛末点了。我想羽毛翻过的经验应该不靠近，应该不靠近。他不让我抓哎、欸！啊、哦，我有点抖了，我在抖了。刺猬，我在抖了，我在抖了。彩色毛毛虫是……啊不！好，赶快跑，赶快跑！花，哎，哈哈哈哈花！羽毛，是的。鸡蛋，鸡蛋。鸡蛋，鸡蛋、欸，你还没有翻过，因为你刚刚才走过已经两轮了。哎、欸，用三去法。好、啊。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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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彩色毛毛虫。告诉我在哪？在这兒。荷包蛋，是不是鸡？哎、欸。哎、欸，鸡在嗯，鸡在哪？对啊，鸡在哪？鸡在这边啊。哎、欸，是不是？错嘛？那啊对啊，那没了。光良，你们又是光良？我才刚从光良离开。然后成功好久了。就是从他那里离开才拿，因为你不会记得你刚刚原本曾经翻过哪一片了。因为已经绕两轮。对，不大可能，因为如果你中午都有记的话，应该是可以记出彩。对，的确是，除非你换一老师。
像我刚刚不一定有光反照，没办法了。给你看一下，给你看一下什么？给你看一下，看他的小刺猬。刚刚我真的完全忘记了，完全忘记了。你说是这张？真的是，我要复习一下。毛毛虫，毛毛虫，这是什么？我现在记得这什么片？糟糕，我几片突然全部都忘了。我已经忘光了。我刚刚走完一圈，因为我们刚刚脑力已经极大化，现在衰落。对，我觉得那个问题就是你翻完以后，你要走的，你一走就忘记了，会被对方影响。我觉得这样不行，我们要往换一个方法玩。没关系，你来。这个是什么？我想想看，我现在就忘了复活节彩蛋。这个是什么？这我刚翻过啊。所以它是毛毛虫。那这个是什么？不敢保证是复活节彩蛋吗？应该是。不是哦，当然不是哦。你真的不知道？好，那就翻吧。我想看。啊，我知道了。这是小花，那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你怎么可以这样问我？我这样帮你讲完了。不会啊，你记啊，帮你回忆记忆。刚说这是复活节彩蛋，这个是这怎么说变复活节彩蛋？我怎么毛毛虫？这是彩色毛毛虫，小花，这是荷包蛋，这是面包虫，这个是黄色小鸡。刺猬吧，对，这是刺猬。那这三片呢，都蓝色啊、哦，对，有个很奇妙的蓝色。然后这是水煮蛋、鸡蛋、鸡蛋，对。所以另外三个就是这四个，这个你刚刚讲了，这两个讲面包虫跟荷包蛋，荷包蛋。所以还有这三片，这三片就会是，拿什么？复活节彩蛋、哦，所以会有。所以这三片有复活节彩蛋、小瓜牛跟小公鸡。怎么有小公鸡？有吗？我刚完全没有讲到，真的，这三个是这三个。所以现在复活节彩蛋在哪里？在这三个。那我猜是这个到底是什么？我不想跟你讲。我先翻对这个再说。我翻复活节彩蛋。为什么不是他？就小公鸡三选一而已嘛，没有为什么啊？哦，应该在这。哎、欸，瓜牛，谢谢。面包虫在这里。好的，小公鸡在这里。我们继续前进。荷包蛋，荷包，荷包蛋，哦，荷包蛋。好、哦，小公鸡。哎呀！你怎么会翻中间呢？啊，应该是哎、啊，完蛋了！明明说好这是三个是复活节彩蛋，就那个的啊，吼吼！哦，怎么会这样子？告诉你怎么玩复活节彩蛋。现在我有点忘了，这应该是水煮蛋，这是鸡蛋羽毛，鸡蛋羽毛，对，这才是小瓜牛。哦，小瓜。哎呦，越来越厉害了。鱼丸有点厉害。刚刚翻过的鸡蛋，我们要告诉观众什么叫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我要追上，要追上了。毛毛虫，我每次都会卡这种彩色的东西，很像看一二三，所以这个就是毛毛虫。快速复习，要说服我自己，这是鸡蛋。面包虫，黄色小鸡，什么？小花，结果面包虫是。首先扣，我用一些合理的三句吧。三个是蓝色，他们吃土也不会死。那这我刚刚曾经翻过，这个是复活节彩蛋，是我曾经翻。那什么时候变复活节彩蛋了？这不是复活节彩蛋，那复活节哦，我知道复活节彩蛋在哪里了。哦，所以这真的是毛毛虫了。什么时候是毛虫？哎，又不是。什么时候是毛毛虫？原来不是啊！你在乱来你。哦，那毛虫在哪？我为啥告诉你毛虫在哪？哎，不然我也不会告诉你小鸡在哪。
你就继续错吧。你都拖时间，我短期记忆很短，我短期记忆很短。这是小鸡，这是复活节彩蛋，那这是什么？就彩色毛球，是公鸡吧？啊，瓜牛，哈哈哈！哎，也是瓜牛，原来是瓜牛。我什么？我完蛋了，完蛋了！那我们的三个东西怎么变了？这三个是蓝色，没错。怎么归纳一下？那复那彩色毛球跑去哪？复活节彩蛋，这个吗？复活节彩蛋，瓜牛，这是小花、啊。彩蛋瓜牛小鸡，复活节彩蛋瓜牛小鸡。这是彩色毛球。复活节彩蛋小鸡。这是不要吵我，不要吵我。复活节九月二十号，这是复活节彩蛋在这个位置吗？复活节彩蛋在这啦。我现在没有要它、啊，不要它，你要把它离出来，因为它一直会忘记啊。复活节彩蛋在这，所以这是复活节彩蛋，它应该是吧？我刚翻瓜牛啊，你翻小鸡啊，所以它是复活节彩蛋啊。那也不会是我要的、啊。那这样确定就下面六个不是、哦、下面八个不是不是对那中间这两个没问题因为这一个是这个一个是这个这另外一个这个是居居、欸、那你刚翻花牛在哪因为、欸、我觉得我每次这样聊一下就卡到音啊我已经 OK 了我 OK 了你 OK 了我 OK 了所以你应该会一直追上我对我会直接追上做一错就一失足成千古恨、嗯。没错，我们复习完了，OK 了 ，OK 了。不要一翻就错，考虑一下。我还是不知道我的小鸡在哪里。我不会告诉你，死也不会告诉你。我已经全部都 OK 了，那小鸡在哪里？我等下突破这盲点，你就死了。真的吗？真的。我现在就奇怪，我找不到彩色毛毛虫的点。我再快速，是你说这是？不，这下面不用考虑，就这八个就这八个就不是了。这是。就配我的建议，对，就因为这个已经不是了嘛，因为这个我已经卡到已经错好几次了。对啊，然后这两个也不是了嘛，所以这两个也不是。对啊，那就剩四个。那至于这个又是某一个，这我知道它是什么，是什么，所以我不会告诉你。那这个呢，我刚也想一下，不是好朋友的建议啊，不会告诉你。我现在就犹豫这两个。哦，原来是这个哦。哇，那我知道啦！我翻，我赌，我完全知道了。我赌这一片，应该算就不是了。你怎么知道我不是？我最喜欢演戏了。嗯，坏蛋，我想一下，我帮你隔离了十片出去了，就四片了，四选一 OK 的、啊。这样子、啊。对啊，然后我自己又隔掉一个。对啊，那这个到底是什么？这你刚刚一直翻到一塌哦，知道了，所以那个先不要乱翻。这样好啦，小喵不想看。哇，这又超过了啊！我赌彩色毛毛虫，他。哇，终于！鸡蛋，太好了！重点是小公鸡。那我猜小公鸡是、嗯。哇，好棒哦！要赢了！瓜牛。粘毛虫。哎、欸，这时候不能。不能急，对，不能急要慢慢。赢要稳，输要冲，赢要稳。这是面包虫。面包虫，对。小鸡刚刚那边反而都不是，下面算这边，所以它会是这块。哦，真的？哎、欸，不对耶！我在干嘛？哦，小鸡在骗啦！啊，快逃！可是我还是不知道这个在哪。我刚才帮你翻过，你不知道。真的吗？你要走过别人的时候，你要马上哎、欸、嘿，这个好了，给你没有没有，这边跟这边都不是，这边跟这边都不是，所以是这个，因为它是毛毛虫，它是花嘛，所以鸡是这个，对，鸡，哎、欸。嘿嘿另外一只鸡的，你刚刚没翻出来啊！我就死在这一片啦、啊，你没，所以我就卡没翻啦、啊，我刚就卡在这啊。我们这样也很难剪的、欸。不会啊，就是你翻啊、哦，这边就是这边不是这三片嘛？哦，所以它是那个嘛？哦，所以是这个，是不是？是这个。为什么？没有为什么啊？不是蓝色的吗？是蓝色，它不是蓝色的吗？可是蛋应该要破了，没破啊，被煮掉了，我的蛋被煮掉了。黄色小鸡是它，
哇，赢了赢了赢了！鸡蛋，鸡蛋。哎、欸，小公鸡。啊，对了、欸，我跟你讲，水煮蛋在哪片？在哪一片？这叫做……哎、欸，我的刚我刚刚的脑海中口令是水煮蛋鸡蛋有没有？哦，我是三蓝。哦，对了，我就啊，刚刚是手太快、欸。关键，我、哦、拖好久，就你。确认水煮蛋、鸡蛋、羽毛，然后面包虫、荷包蛋，这是荷包蛋。哦、oh, oh, ，对，荷包蛋、面包虫、面包虫，这是小花，小花彩色毛毛虫，彩色毛毛虫。这个是那个彩蛋，复活节彩蛋，对啊。然后瓜牛，瓜牛，小公鸡，小公鸡，然后刺猬。哦，哎，好，刺猬，我们那边就准备要过，这个就是彩色彩的，哎。怎么？小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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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冷。为什么这个游戏的？我跟你玩短期记忆，突然觉得我刚深入线急速的分泌。我跟你讲，一个人的短期记忆不会超过八个字，就八个东西。所以它上面这样子有没有？这样十四个其实是一个极限值，你会瞬间忘记。除非你有很认真。那顺便跟观众解释一下，这游戏呢，其实有一个鱼丸，我自己喜欢玩的。如果你今天玩的年成小朋友啊，或是觉得你今天带的是比较大的长辈啊，我们就很轻松的玩。游戏可以直接把它换成一个方式，你可以随机建议先挑掉四个图案，然后呢，记得要做一件事，你挑到了哪四种图案呢？你要同时记得把这些跑道给把它剔除掉。这种的方式其实最主要的方式就是让整个游戏的难度下降，也就是我们会使用到的图案的跑道，图案的会下降为就是剩下八个。那建议就一次，你想要再不要太简单又不要太难，那你可以变十个啊，没有游戏没有特别差。可是在游戏的人数上的小鸡的跑道距离，你可能就要自己要取舍一下，因为人数的关系可能会导致我们可能会多相差一个，或者有人觉得哎、欸、我这样比较不公平，那这部分可能就要自己建议算一算。那当然会建议可能就少试片，八个其实有些就觉得好像有点难了。那游戏真的玩法十二片要全用。好，那这游戏的版本因为其实就这样介绍完了。好，谢谢大家。我要上诉，没有上诉哦，拜拜。输的当小弟，输的当。